如果
老师们都希望全面有家具，同样难以填补。以此，强势管理医护专科的结构喺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年期，能够对症下药，提供医疗机构有更加稳定人手供应，针对性解决专科老师们高企嘅问题，以填补人手空缺，舒缓公营医院压力。仲有咩方法可以能夠舒緩現時公營醫療人手不足嘅問題咧？要求醫護永遠在公營醫院做呢？多謝各位。
主要外观。今日缺貨唔夠血啦，好嚴重啊，好需要解決啦，咁係咪？
科醫生嘅嗰陣時，佢或者去到醫，去到私院發展，如果入邊要選擇成為專科醫生並接受公院嘅六年培訓，即需要回饋公院。作者有科啱先講到話要俾醫護人員選擇權嘅背後原因，其實講到尾都係因為工作壓力過大。其實現時工作壓力過大嘅大部分原因，正正係因為人手不足嘅問題，導致到醫院超出咗負荷。正如我方主辯所言，公院佔45%嘅醫生，卻要負責成90%嘅香港病人。一個醫生要處理超過100-1000個病人，然而一個政策就可以透過挽留專科醫生，能夠直接聽到專科門診嘅壓力，舒緩到呢一個醫護人員嘅人手短缺問題。有不打算為醫護人員好嘅旗號，話要剝削佢哋選擇權，但就忽略咗而家呢一個醫生嘅困境，忽略咗香港病人無法得到適切嘅治療嘅痛苦感，係咪又一個合理嘅做法咧？作者有個同學啱先就講話呢一個問題會令到醫護人員流失到海外失業，咁請一諗，有個同學提出翻實質數據，論證到底而家啲人走咗之後，紛紛去走到外國，而家劇到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嘅問題，即係呢個政策其實會有醫護人員去，但係呢個政策有醫護人員係會本身就有醫護人員去到海外工作。就睇翻數據，醫護衛生局局長劉寵惠指出，超過90%嘅醫科畢業生都會留喺公營，並接受6年嘅專業培訓。咁即係話本科畢業咗，馬上流失到去海外嘅情況並不普遍。所以有方同學你會問證，如果呢一個政策有廢處，甚至係會有反效果嘅情況下，咁導致專科醫生減少，必須要論證大部分嘅醫生係接受專業培訓之後，就因為有呢個政策因而而卻步，甚至離開香港，否則無法反正變體。作者有方同學今次就提出呢一個方案啦，話呢一個可以令到公私營分流。另外，我方主辯亦都問過有方同學，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短期內減到人手空缺嘅問題？但有方同學就話呢個公私營分流就可以做到呢800多人嘅空缺啦。但係有方同學都冇講過具體係要點樣做，成效有幾大啦。而且根據我方所見，呢個公私營分流曾經亦都做過，但係完全係冇實質嘅成效，甚至有權威講到話係要失敗嘅嗰陣時，甚至係呢啲去到黃大仙嘅呢啲病人都會唔去呢啲公私營分流。有方同學都無法論證你嘅成效何在，而且就有方同學就最尾就問到我話啦，講到我方主辯話設立一大一定年期，多謝各位。
海外去發展去留學嘅喎，咁呢啲佢有風嘅人，又係咪唔係回饋社會，係浪費緊社會嘅資源咧？就嚟啦，有風嘅人仲演繹咧，我方講話我要解決燃眉之急，而家人手不足，咁所以咧有風自己都成個喎，原來咧淨係可以解決到燃眉之急，長期而言咧係唔可以解決到啲咩問題嘅喎。所以今日咧，我方從來都係講緊啦，當我方嘅方案係可以長遠都解決，而有風淨係可以解決到燃眉之急嘅時候，想問有風究竟再加上有風嘅防方案會做成效嘅時候？再講一下，我聽完阿方台嘅發言咧，發現有以下幾大矛盾㗎。第一，阿方台
佢承認呢個唔係長久嘅計劃啦，所以佢覺得咧，喂短期之內佢就會有效果喎，解決咗400個鋪位原來都已經算係有效果，所以康和今日嘅藍籌好簡單，解決咗少少問題，未完全填補到佢今日所帶出嚟嘅800個空缺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喂好有成效啦，所以見到嘅係啦，原來今日咧做呢個強制計劃嘅時候，都係需要時間傾，都要需要時間通過，都需要時間研究，根本其實時間都冇短到，唔理解有康和點解佢講都係短期嘅問題啊，所以我翻去公司協作計劃啦，見到咧原來咧根據醫管局嘅數字咧，2021至2021啦。協作計劃嘅服務咧，已經服務咗150個病人；乳癌手術治療協作計劃咧，已經服務咗120個病人。見到嘅係原來佢可以解決病人太多人手不足嘅問題嘅時候，我都唔理解。原來公司嚟協作嘅唔係有康和講話失敗嘅時候，見到嘅係佢淨係需要透過呢啲方式去解決呢個問題咯。咁重要嘅係啦，原來咧見到嘅公司協作計劃咧，好多服務咧都係實驗性質嘅，除咗骨科以及乳癌手術嘅計劃咧，其實現時咧其他全部行咗幾年咧就已經停。其他全部的服務咧，行咗幾年就停啦。現時咧係冇其他嘅服務咧去做嘅，除咗呢幾個除咗骨科同埋乳癌手術之外，所以見到嘅係啦，喂原來今日做咗幾年就停咗，都已經有1600個病人係解決到嘅問，係解決咗係服務到嘅病人嘅同時啦。見到嘅係原來今日喺我個方案底下，擴大呢一個方案內嘅計劃，正就可以令到多啲病人受惠咯。因此咧，有方台今日嘅強制，即係令到一班醫護咧冇咗佢哋自己選擇權，而其他呢啲方案咧，見到有方台咧通通唔理。因為佢解決唔到三個問題，所以就通通唔理咯。第二點啦，有方台咧今日咧一副問你啦，點解唔終身咧就一定即係點解咧唔係強制曬所有醫護？有方台從來都冇答過呢個問題，點解？因為佢知道就算人手不足都唔係要強制，佢哋有自己嘅選擇權。但我方唔理解嘅係點解？因為有方台嘅眼中咧，原來咧所有醫護咧又唔可以強制，但係咧畢咗業咧就應該要強制。跟住見到嘅係啦，堅持原來你講到人手係咁不足嘅，原來有400多人係解決唔到嘅時候，咁你應該強制曬所有醫護去做，即係所有醫護去服務公營嘛，甚至乎直接冇咗呢個私營嘅醫院，咁啊可以令到解決到個問題咯。但我都唔理解嘅，點解今日強制嘅係畢業生，而唔係強制曬所有咧？如果你講到問題咁嚴重嘅話，更加重要嘅係啦，原來咧見到咧，有方台咧同你講話喂，白向外國嘅其實未必好多嘅，因為咧佢會覺得白領係好麻煩。但問題係原來見到嘅現時咧就同你講啦，話即係呢一個公醫療嘅協著協著嘅。協會的主席他跟你說了，喂原來今天呢他跟你說了，原來有你行了這個捆綁式的策略底下呢，會有很多人去到外國的時候，我都不理解了，那我今天就覺得他在香港讀了就一定會服務回香港，甚至說去了外國呢就不會甚至去過外國呢有香港為什麼會沒有，但見到的是原來他們就會去外國，你跟我說到這麼嚴重就會有問題。謝謝我位為何不可以雙管齊下，不可以幾個方案一起做，一起去做一個更大的成效出來啊？
呢個係可以相信係有其他方案係有效嘅。當其他方案都有效嘅時候，咁麻煩有方論證翻佢哋，強制佢哋去公營醫院嘅必要性啦。有人會考慮外國嘅時候，咁我不停問我人手會有幾多人去
定年期嘅時候，就好似佢哋被囚禁咁樣，佢哋付出咗咁多唔想制度嘅問題，政府竟然透過犧牲佢哋嘅權益嚟解決，而遠不被重視，甚至係連選擇嘅自由都冇嘅時候，強制班醫護服務又係咪真係有方嗰度咁合理呢？咁樣全場仲有發現有方犯下以下謬誤，所以有方全場就一直喺度問啦，去外國到底強制之後去外國嘅人有幾多？第一，我哋嗰方見到嘅就係事實，真係啲人就會去外國，就因為強制咗之後，佢哋根本唔係佢哋根據佢意願嘅話，佢就會走啊嘛。所以而家見到嘅流失率一定會上升。咁政而家有方要政府強制嘅話，就等於逼翻人手，而唔係留住佢哋啦。其實喺有方方案，而家有方方案底下，原來每年只係可以強制到400人嘅，根本填補唔到800人嘅漏洞。咁人手問題、人手不足嘅問題冇解決到，啲成效有幾多又交出唔到？嗰啲400個醫生最後有幾多會留低？有方又冇解釋，所以最後其實都知道呢個方案只可以解決到燃眉之急，喺短期效果咯。而我方方案底下根本係一個長期計劃，去平衡翻公私營嘅病人，所以我方唔明點解一定要強制限制翻醫護嘅發展啦。所以其實有方而家就係犧牲緊醫護嘅權益，要強制佢哋去服務咯。譬如睇有方話如果班醫護要留咧，就是、因為佢哋接受咗政府嘅公帑。其實諗下，其實有方都係雙重標準㗎。而家佢哋就覺得私營就唔等於回饋社會，但公營就係啦。咁佢哋有接受公帑就有留低服務啦。我方方案其實而家公營人手唔夠，就將公營嘅病人咪叫去私營嗰度分流，其實都係有回饋到社會噶。即係而家唔係嗰班醫生接受咗政府嘅公帑之後，永遠唔做醫生，唔去服務，唔係攞完著數就走咯，而係佢哋只係私營服務喺其他地方服務嘅時候，我方唔明點解呢個係唔係一個回饋社會咯？即係其實唔難見到有方係道德綁架嘅行為咯。再嚟睇有方講咧。強制咗之後，就會更加多人留低公營醫院啦，人手多咗咁就可以減少人手不足嘅問題啦。首先有方係冇講點樣去留低佢哋啦，有幾多人真係會留低唔去外國啦，有幾多人係會因為咁樣完全部唔做醫生啦？咁其實見到而家有方就係漠視咁翻醫護嘅意願權益咯，用一個最唔符合人情嘅方法去解決問題，而我方方案同樣做到更長期、更有效嘅同時，我方明顯要犧牲翻醫護嘅權益，而係為咗減輕公營醫院嘅壓力。增加醫護嘅壓力，如果負擔又冇減輕到，醫護有更加大壓力咯。最新對比嘅問題啦，其實我方今日舉出咗唔少對比，問有方到底有係咪有權決定嘢就需要強制，例如血庫咁樣，係咪唔夠就要強制捐血咧？有方公面嘅時候就話呢個係一個無關面嘅嘢，但我方唔明點解同樣都係欠缺人手資源呢樣嘢就唔可以對比啦。我方更加問咗一個就係話係咪要強制埋其他醫生，人手唔夠咁嚴重嘅話，係咪要所有經驗老道嘅醫生都要強制服務呢？有方唔答喎，所以其實而家強制畢業生嘅必要性係咩？有方加強唔到啦，所以其實有方今日有雙重標準啦。其實醫護人手不足嘅情況已經持續咗多年，雖然政府都想盡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但強制喺公立醫院服務係咪唯一嘅方法呢？政府所做一切係咪為緊班醫護著想呢？相信我哋雙方都係希望醫療系統可以被改善，希望病人即係用耐先睇到醫生，希望減輕現時公營醫院醫生嘅壓力。然而，為咗解決現時醫療系統嘅問題，政府不惜拆東牆補西牆，你班醫護嘅意願，其實佢哋畢業之後要留喺公營醫院服務，明明係政制度嘅問題，點解偏偏選擇以醫護嘅權益去換取咧？當呢班醫護默默喺醫療系統喺最前線守護我哋市民嘅性命，我哋應該更加諗清楚點樣改善制度去支持佢哋，令到佢哋得到重視咧？多謝各位。要求其他嘅方案，有個時間要放，嚟到醫院位置。
專科醫生，因為到海外先唔有地方發展。但有翻嚟今日就不斷質疑我方法，咁佢就好似冇聽到我方發言咁樣樣，跟住質疑我方點解咧唔係咧全部咧去強制佢哋去做咧？有可以有方面就分矛盾，一方面要求咧我方咧係去全面強制醫生先醫生去再私營醫院將公營醫院服務到服務到一世，服務到一世。同樣啦，有方今日咧又不斷去質疑我方啦，話問我方話點解即係公私營服務點解唔可以私營服務咧？
但其實好簡單
點解香港政府可以話300萬投資一個醫科生，其他科唔係咧？因為讀醫貴咯。咁點解啲人咁多人冇錢都可以喺香港讀醫啊？因為政府資助你咯。你有冇諗過，就算你手頭上冇資料啊，最簡單睇你哋就嚟升學嘅年紀，你應該都知道去外國讀書好鬼貴啊！人人都為佢去外國讀書噶，講埋輕鬆啊，嗰個梗係好有錢嘅講出嚟嗰個。但係實際上你唔係噶嘛。第二樣嘢，人哋外國一定收你嘅。第三樣嘢，畢咗業跟住翻到嚟香港嘅咩？畢咗業你就畢咗業㗎啦。海外醫生翻嚟香港幾難啊！咁多年嚟大家都係投訴我喺英國讀書，我喺澳洲讀醫，我翻唔到嚟香港啊嘛。即係話，當你一選擇去外國讀醫，呢條路就拜拜㗎啦，從此喺香港，你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啦。所以其實佢個機會成本係好高嘅。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你哋唔轉入去講咧，咁你就會令到佢到最尾都同你講緊外國嗰樣嘢咯。嗱，後面嗰兩樣嘢可能深少少，但係佢外國讀書好貴咁，呢個應該要起碼有一個基本嘅反彈，睇下佢哋點樣接咯。另外就係佢哋擺咁強調180人漏洞啊，你都覺得400人，中間有同學係有應到，咁400人都要啦，但係冇 follow 落去，亦都冇追。佢哋咧，於是就繼續話：，嘿，有800人啊，咁你400人點算啊？咁樣，咁呢度咧，竟然係膠着咗咧，有少少可惜。其實係好容易清場嘅。私院回饋嗰個 point 我講咗啦。血庫嗰度係有啲難認嘅，咁但係都要認。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諗翻轉頭咧，個問題可能係在於你哋唔係冇接人哋嘅嘢，但係接得唔通就清場唔清晰。有些地方迴避了，你看看反方的意見，他執你的東西都逐個 point， 然後你們再回去看看你們是否逐個 point 回去，那就會比較好一點。另外呢，就是好像我剛才說，正方我會期待呢，你們會講多些故事，講多些人情，講多些病人，那就會推進那方面呢參與一點，由頭到尾都是即繼續是投入鬥落在你一開始的框架咯。好啦，作為反方咧，我覺得今日個情況係咁嘅。你哋所有嘅邏輯都推得太盡啦。咁好彩嘅係咧，對方唔講啦。例如你一揾到一個人同你講啲人去外國讀書，你就話全部人都去外國讀書。當你一聽到咧話呢個要做要綁一志業要綁幾年啦，係嘛？綁幾年嘅年期，你就話你終身好似冇曬選擇自由咁樣。即係其實佢哋今日嘅目標咧，就係或者佢哋嘅白嗰個嗰條條咧，就係將所有嘢都推進嘅。例如解決就要解決到底，解決400都唔得嘅，呢個係佢哋條條。嗱，好彩你哋今日打反方，如果你今日打正方咧，我就真係冇辦法俾到個推論分啦。但係你如果係打反方嘅話咧，你將啲嘢推到咁盡咧，就反而對你哋嚟講係有好處嘅，因為咧你就將佢哋置於一個比較艱難去回應嘅境地，而事實亦都係佢哋唔係好回應到。但係調翻轉頭咧，我亦都會期望咧，反方喺嗰個僅有嘅推論裏面咧，做翻好少少。舉個例，你哋嘅僅有推論就係、是、你條條就係用啲長遠解決啊嘛，公司型合作啊嘛。但係除咗呢幾隻字重複咗幾次之外咧，冇內容嘅。咁於是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個比分係點咧？對於我嚟講就係、是，如果你去搶佢，用啲好盡嘅方法搶佢，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又冇。你自己嘅論點做推論咧，我會俾分你嘅第一次，當然都會俾得好，因為你反方嘛。但係當你搶亦都係同一個方法，而搶你嘅邏輯都係推進佢，然之後慢慢咧，我又完全睇唔到你自己嗰個站方嘅論點嘅推進。呢、这個時候咧，你喺我身上攞到嘅內容分、推論分咧，自然就會跌翻落去，因為你嗰個板斧已經俾我睇清楚啦。只不過對方接唔到，對方都會扣分咁解。但佢扣分唔代表你得分噶嘛，係咪？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下次如果要再做咧，條拉要再實證啲。反駁嗰個講法，邏輯推進係可以，我都係擔心咧，我係擔心咧呢個唔係你哋嘅策略，係你哋嘅 norms， 即係你哋覺得冇問題，你哋真心相信個邏輯係應該咁樣推進嘅。咁我就反而喺呢方面覺得有少少擔心嘅。咁到最後就我都唔知係點啊，因為實在真係近得好緊要。咁呢個都可以諗，因為當你咁近咧，你嘅生死決定喺個評判同埋嗰啲咁細緻嘅評分咧，就唔係一件咁理想嘅事啦。咁所以都要無求喺比賽嘅時候咧，諗清楚自己嘅形位，然之後居落個形位度放大佢，就唔係好似今場咁樣好多時候搭細節咯。呢個我嘅評分。多謝我哋家在請香港。
科嘅人馬，第二個就係話，因為係公院培訓嘅專科嘅醫生有好遠市場，咁好需要就培訓翻公院或者成個社會咯。但係我覺得針對正方方面咧，我覺得先講你第二個論點先。我覺得立論上面其實有少少粗疏嘅，因為你單純咧就係覺得現時有流失率好高嘅問題，所以咧有綠色嘅時候，強制就可以填補到呢個嘅綠色嘅問題咯。但我有兩個問題問，第一個流失嘅原因係點解先？第二個就係流失嘅時間點係點解咯？先講，我講後者先。流失嘅時間點係點咧？因為講緊若然今日講緊專科要流失嘅時間點，其實可以好多。例如我今日我入專科，即刻就做去私院度做，又或者我入咗公院度做咗幾年，之後我先再做去私院度做。又或者我喺公院度做咗十幾年，我先再去私院度做，係三個唔同嘅時間點。譬如講今日係針對住第一種嘅時間點，或者第二種時間點，咁的確你強制我講，可能你強制三年又好，五年都好，比較相對上合理嘅時期，都的確可以挽留到你留喺公院。但現況真係，如果係針對住有一班人係講緊，佢係唔係一定攞咗專科資格就叫佢私院，佢係入咗公院度做一陣，然之後做咗十幾廿年嘅，然之後先再走去私院嘅話，咁其實你強制之下，我當你強制三年啊，或者五年啊，你唔會強制得到一個好大嘅年紀就，係同現況冇任何分別咯。咁其實咁喺正方第一嘅壓迫立場點啊？呢個我外國有 question 咯。而針對住如果其實呢個都係對於反方方面就係、是，因為其實你交通方面咧，成日就係、是。我頭紅色上面嘅問題，會有好多人會填補到幾多人啊？跟住之後有幾多人走啊？但問題係冇乜好實際上面嘅支撐，一現況就係咁咯。如果你睇得清楚少少咧，其實現時喺公院裏面嘅專科醫生咧，有高達80%咧係喺專科資格攞咗之後，做咗六年或以上先至再走去私院咯。咁如果今日政府方唔係外國話去講定佢六年或以上嘅，或者講啲第三年、五年嘅時候，咁其實現時醫生都肯留低六年嘅時候，咁其實同你方冇分別㗎。咁嘅時候，正方嘅利處喺邊啦？一係就係正方講到好無理嘅講，我係要綁定七年、八年嘅，咁你下蓋多兩年，咁你先可以論證到個利處咯。咁呢啲話係針對住正方方面、論證方面要問得仔細少少嘅。而呢個係醫生方面啦，但係如果你問得仔細少少，就會見到護士又唔同嘅。護士通常係一年、兩年嗰陣就已經走去私院㗎。咁呢個可能係正方一個比較論證上面嘅優勢。咁呢啲位係好好咁樣把握嗱。然後第二個就係啱啱上堂咁可以走嘅原因係點咩先？可以係因為想走去私院，因為待遇更好，亦都可以係後場有揩到少少嘅，就係因為想移民又好，又或者係啲其他家庭因素想湊仔都好，喺度或者進修嘅學路進修都好。咁現時主要嘅原因係點咧？其實你哋如果反方再睇，會睇得再熟少少嘅。其實咧，護士方面特別係護士方面咧，例如伊麗莎白醫院係一個護士流失率比較高嘅。一間醫院啦，而佢當中咧得一成一嘅護士係因為想走去私院，所以先辭職咯。更大原因其實因為想移民啦，又或者係家庭想湊仔。咁所以呢啲位其實可以逼問正方更多嘅就係、是，咁喺正方眼中，針對住呢一班護士而言，你係咪又要強制佢哋留喺公院，之後唔俾佢哋移民辭職，又或者唔俾佢哋因為想湊仔而辭職先？如果唔係的話，咁又點樣揾絕大部分嘅護士先？咁呢啲位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更多喺。資料上面話喺針對住而家嘅現況方面進行更多實際嘅交流，而唔係單純問大家成效係點啊，或者有幾多人會流失。咁呢個係針對住正方第一個論點。然之後係第二個論點。然之後第一個論點講話回饋公園呢個位咧，我期待嘅就係會有更多嘅 pressure 俾反抗嘅，因為除咗就係講公園培訓咗好多嘅專科醫護啦，所以咧咁佢就有責任去回饋翻。咁我會諗更多嘅 pressure， 因為今日到必然地就會諗到反抗都會 pressure 翻俾就係一啲權富或者其他啲常講嘅。咁我覺得你都有責任或者可以諗更多嘅上多嘅 pressure 翻對面，即係你會諗嘅就係、是，咁現時我一個嘅醫學生畢業出嚟之後咧，其實我都會講定喺公院實習一年㗎，然之後咧我專科培訓嗰六年我都會講定喺公院度培訓㗎。其實可能暗板咧都係因為某程度上面想你喺個一年或者六年上面都盡快地回饋翻整個公院。咁喺你眼中係嗰實習嘅話，喺個私院度實習，然之後嗰六年嘅專科培訓我又唔需要而家講定喺公院嘅，去曬私院度。去做呢個專科培訓都係冇問題，之後喺呢個情況會唔會反映對現時醫療界嘅發展係一個最大問題咧？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可以 question 更多嘅對面嘅，又或者其實如果你睇一睇外國例子，例如新加坡其實都有行相關嘅政策嘅，又或者澳洲都有行相關嘅政策，但澳洲嗰個就係關於你攞咗獎學金就要去講定喺公園度做啦，但新加坡唔係，新加坡就同你講，你係醫學生畢業之後你就要講定喺公園度做一定係得啦。唔記得咗實際幾耐啦？咁呢啲位其實係咪又係嗰啲國家公然嚟剝削緊醫生嘅權利、醫生嘅權利先？咁呢啲位其實我喺例子上可以更多去 pressure 翻俾反方，唔好就係俾反方攞住個最負面嘅上台就去令到你成日上
成有更多嘅製造。然之後針對住粉方方面咧，好多粉方都係正路嘅主線啦。但我有啲位先講咗點解我覺得喺主線上面開出嚟個問題唔係話特別，但係我有啲嘅攻擊可以再早少出嘅就係例如咁喺正方眼中，為咗填補醫護空缺，所以就唔需要你醫護為咗填補醫護嘅空缺，所以就唔需要你醫護嘅權益嘅話，今日無限期強制，咁呢啲我覺得可以喺主線上面應該可以早少飛到出嚟。咁攻擊力固然更加多，或者交通更加及時啦。然之後咁嘅轉到點二咧，其實我覺得有多少少嘅演繹咧，你就係、是、今日咧兩條路喎，就係佢會去海外，然之後去海外有兩種演繹，第一個就係我可能用專科資格去海外做執業，第二個就係我直情會去海外度讀書，得呢兩個選擇。但其實我諗咧就係、是，咁對於專科醫護嚟講，佢哋嘅後路係咪真係得咁少咧？以至你嘅演繹係咪真係得咁少咧？其實未必咯，有多一條後路係咩咧？就係、是、我直情係做普通科門診，我唔讀個專科咯。甚至我唔讀個專科，我甚至可能去做私院做門診咯。點解咁講呢？其實如果你了解成個醫療體系，或者睇多少少關於每一個階醫護專科嘅階級嘅人工，你就會知道咧。其實現時你如果去做私院做一啲普通科門診咧，其實有機會人工要高過公務員做專科醫生咯。咁例如喺呢種情況之下嘅時候，咁你強制之下又咁樣逼我，咁我咪走去做更高人工嘅私院嘅普通科咯，專科咯。咁嘅時候，咁又點樣填補公院嗰個咁大嘅缺口咧？咁呢啲位其實我覺得可以係更多嘅演繹啦。即係例如你今日講得最多嘅就係講話搬流去海外嘅，跟住你成日攞出一個説法啫。咁呢一個係一個欠佳嘅情況，就係得一個説法啦。以至我咁對面都一定會有説法，就講咩説法咁説法其實冇意思噶嘛。咁我覺得你哋演繹上面可以有更多嘅數據上面，例如你講到六成醫生反對，但係主面開完之後場冇任何一個位置再用過㗎啦。就係如果你睇喺英國咧，英國當時即係propose 過呢個法案嘅，但當時係九成二市民反對，然之後各自改變。當時 propose 呢個法案出嚟嗰個英國嘅衞生部部長都出嚟同佢講，佢哋知道係因為啲人會走咯，所以先最尾各自嘅方案。咁呢啲嘅論證會更加好啦。甚至時候，我會諗咧就係、是、其實現時放寬海外專科醫生來港執業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有國家嘅要求，就係要求佢哋香港公務員執業五年，我先可以去註冊噶嘛。咁無關事，一個要求都係有好多海外醫生唔肯嚟香港，而且將同樣要求擺翻香港醫生都好，佢都會走啦。咁呢啲演繹，我會覺得係需要更多意見，唔係單純一個説法咁就會太單薄啦。而家根據住後場上面一啲攻擊咧，我覺得係正方方面要注意少少嘅，例如有啲好 minor 講，例如一副講話九成人咧會留喺公院裏面去讀呢個嘅專科，即係等於嗰九成人咧就唔會走啦。咁唔一定噶嘛，攞完個專科資格之後都可以接受噶嘛，純粹就係貪求個專科資格咯。而甚至針對住反方都係講更多嘅就係啲專科醫生咧會走，其實我咧要諗更多嘅就係係咪真係咁易會走咧？即係可以好似啱啱所講嘅就係、是。你去外國讀醫科好貴，又或者其實你攞完個專科資格之後咧，你去外國讀，外國裏面去做專科醫生，其實外國未必會認可你，以致你又要再搞唔知會多嘅文憑啊，又或者考唔同嘅外國執業試啊。咁其實嗰度已經花一段時間嘅時候，其實呢啲掣肘會反而先會令到更多嘅醫生留翻低去本地啦。咁呢啲話，我覺得我期望聽得更多嘅呢啲對反方嘅質疑。然之後，反方都有啲可以注意嘅，例如就係啱啱都有講過，就係今日真係質疑話填補到四萬個嘅空缺啦。但問題就係今日都冇話用一個政策解決四萬個空缺啦。所以正方二股都有出嚟就話，係今日至少填補到出四萬空缺，問題連四萬個都唔要啊。但可惜就係啱啱都有講到就係、是、正方後場冇再冇咁樣再蓋棺啦。然之後，甚至乎我有啲數據上面咧，因為反方或者正方上面最尾針對反方嘅方面咧，就得一個去。主要交通就係在公私營分流啦。正方舉嘅數據就係話，公私營分流之後咧，就係得唔夠0.18%嘅分咗去私院。跟住反方開嘅數據就係話，公私營分流之後幫到1600個病人，唔知幾多個病人。咁我會諗嘅就係、是、呢、這個時候，或者呢個時候反而係正方有數咯，因為佢真係單純話我幫到幾多個病人啫嘛。但問題唔代表我可以好有效解決曬整體醫療問題咯。所以整體數據上面係邊個贏咧？就係講0.18%分到私人咯。咁嘅時候，其實呢啲位我正方可以好好地蓋住呢個市場。咁呢啲位又冇蓋，咁呢啲係失色嘅位咯。甚至其實我覺得更加質疑就係、是、對面想講加人工同加薪咧，提升晉升，提升呢個薪金，
改善就業員、改善保安人，通通都有嘅時候，咁係咪真係有一定嘅成效先？咁呢啲位其實我覺得我會期待 pressure 更多地突破咯。到最尾，我覺得我可以分享少少，我覺得今場條件係對於正方而言有一啲嘅推進，我會期望聽更多彈幕。你哋前面開咗好多嘅集，揾個專方要好多年，要13年啦，好辛苦。咁我會留得更多嘅集。我今日挽留一個人才，其實唔單止係處理現況嘅問題，就係我填補咗呢一個空缺。更甚嘅就係同你講，我揾一啲高層唔需要再額外培訓，多個13年，換翻個新人。意思13年我可以擺喺更好嘅地方，呢啲資源可以更加用得其所咯。咁呢啲話減少對於新人嘅培訓，其實呢啲話我覺得係對於長遠整個業態嘅運作可以更加暢順嚟講，其實可以更加有益。針對住反方方面咧，其實我今場需要面對嘅就係今日得兩條路揀咯。對於處理香港醫護專科，因為同佢講就係醫護專科對於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咧已經失去咗信心，大家都認同冇人投嘅。咁所以就係今日得兩條路咯，一係咧就係改善佢哋待遇，挽留佢哋嘅信心；一係就好似政方咁樣，加緊都係要求，逼佢哋走絕路，然之後睇下佢哋會唔會走咯。但政方就選擇後者咯，但係選擇後者就得有一個前提就係，佢哋真係完全冇後路，之後會乖乖地聽你講啊，你要我留低，咁我咪留低咯。咁但係事實上係咪咧？其實我覺得今日反方係需要去演繹，今日係呢兩條路揀咯。但對面就偏偏揀後面做，但佢忽視咗就係前面有一個前提要確立到，就係呢班人係真係會乖乖地留低，但佢論證唔到佢哋會乖乖地留低，冇任何後路咯。咁呢啲話，我覺得係可以大家了解更加多。到最尾咧，有一個位，我覺得唔係一場上面嘅，但係純粹大家可以喺成個思考過程上面，針對呢條辯題咧，反方都譬如拋出一啲好大路嘅眼光啦，好話，即係提升薪金又好，改善待遇又好，公司分紅都好。我會諗嘅就係，其實大家可唔可以諗得再深層少少嘅，就係現時本身嘅醫護專科點解走線？我啱啱講過嘅就係，係通常都係做夠6年或以上先走，咁點解6年之後先再走？唔係我即刻改完個專科之後就即刻走啦？其實大家如果諗得再深入少少嘅，就係因為現時反政府咧有個制度就係講話，如果你係個醫科係專科醫生，你攞咗專科資格之後咧，係個公務員嘅話，你做夠5年，我就secure俾一個副顧問醫生嘅職位嚟嘅。但好可惜嘅就係政府成立完之後咧，其實副顧問醫生嘅職位唔夠，咁所以我做夠5年，但係政府都俾唔到副顧問醫生俾我嘅咯，俾我嘅話，咁我第6年咪開始走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根本嘅原因，點解咁多喺專科醫生上面？咁多人走咯，喺第6年開始，所以其實根本問題會唔會帶從呢個副顧問醫生嘅職位去着手啦，或者一啲更高層嘅啲職位着手，從而係佢第6年之後我都可以繼續挽留佢哋啦。咁呢啲話，我覺得係雙方可以再思考得更多嘅目標嘅，係啦。我主要嚟嘅係咁，大家有咩就可以再。Thank you.
咁有冇對，即係有個成先個評判應該講，即係對個條數，即係 prep 過程對個條數，實際上本身冇意味嘅話咧，你哋會係幾多年，然後先嚟走。通常我哋都係服務咗自。我諗咁樣講啦，咁即係大家都有 prep 啲場啊嘛，即係評判又好，在座各位都有 prep 啲場。咁其實我自己就跟唔到 prep 咁先。咁但係怎麼去數據啦？咁其實醫管局深刻係冇辦法可以俾到一個好完整嘅數據，有啲人喺邊年開始的，或者即係有幾多人係喺個 junior grade。咁呢個其實係都幾即係佢冇完整數據。或者可能係要問到佢，咁然後佢譬如話講緊舊年咁九龍東定九龍西聯網，九龍中聯網嘅咗三個，咁九龍三個聯網嘅，咁俾人問到就話，咁嚟緊喺度嗌話好多人都 OK 啦，咁究竟推薦人係啲人啊？Junior 推薦幾多先人推薦幾多啊？咁其實佢有條數係 Junior 加先人嘅，佢分開兩條數。咁但係實際上你服務幾多年啊？一樣 junior 一樣 senior， 其實佢唔係講得好清楚。咁佢最後咧俾人即係逼到埋牆角啊！佢俾嘅數就係走咗38個人，如果我冇記錯。咁而我 average serve 咗16年或以上嘅係有37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而剩低嗰一個其實都服務咗10幾年嘅一個數法。咁所以我問問題就係、是。究竟你而家嘅 step 係即係你對佢係中間手嘅，中間對佢嘅，你真係都會配合。咁呢個係第一個我要問嘅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對你嗰個人手嘅舒緩嗰、那個嗰、那個概念嚟講，咁如果你講到俾我聽就係、是、醫生佢哋要即係如果係點解醫生個人手會短缺嘅問題啦，咁我哋講係幾耐先至能夠真正解決個問題？其實我即係我都好坦感覺就係、是。個站方對於正方嚟講係好分明，你好難，即係好難攞到一啲好聽嘅數據。即係我講緊，如果即係我真係要強制啦，要有效啊！我頭先評判嘅講法就係、是，頭先評判嘅講法就係分開咗幾段嘅時期，然後去講緊佢服務咗幾多時間，佢先至即係佢先至去即係離開個即係公營醫療界構啊！但係如果講整體人手嘅話，當然要係6年加頭先評判講嘅6年，然後再加一個額外嘅話，其實講緊係一個10幾年嘅年期。按現時嘅 average 嚟講，已經係嗰個年期啦。但係整體嘅醫療人手咁短缺嘅情況，你想講佢幾耐先至能夠解決到問題？本身咁明顯係咪綁死啲人喺個制度裏面可以解決到問題咧？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對於正方嚟講係好難解決嘅一樣嘢。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對於正方嚟講，醫護專科畢業嘅嗰個概念咁，其實你都係諗出嚟㗎，喺啲語詞裏面。但係有冇咁用？即係頭先判講好多係即係護士點教，其他嘅輔助醫療嘅嗰啲人手，我哋又點睇？或者你一開始嘅時候你講得好明確，就係講緊話。學唔同嘅即係醫護專科嘅畢業，咁佢哋喺公營醫院嘅嗰個短缺嘅情況亦都有。咁究竟你本身係諗嗰個嘅即係方案就話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留嘅時間。咁即係你都知道其實唔同職系嚟講，咁有唔同嘅短缺嘅情況，同埋有唔同嘅嗰個嘅即係流失嘅嗰個種可能性。咁會唔會分即？與其去講話每個都唔同，我哋唔彈性，定還是調翻轉嚟講曬喺長喺醫療界裏面用盡嘅彈性，醫療專科畢業，你會唔會明確地講緊就係話入邊啲嘅專科真係嘅，同埋真係因為流失人手而缺，咁然後直情針住嗰幾個位，我同你好仔細咁 drill 嗰幾個嘅即係直係，咁樣去打會唔會舒服啲？呢啲我唔肯定。譬如話講緊物理治療、護士呢一個嘅放射治療，咁呢堆咁樣嘢真係都應該係都係醫護專科嘅專科嚟。如果要我理解，我希望我解錯，
因為雖然我都冇跟緊好彩，咁但係係啦。咁我會覺得，如果你既然都知道有呢一個空間嘅話，會唔會咁樣打，或者都唔使留幾耐範疇裏面去打，而唔係喺醫生嘅嗰個範疇裏面去，即係去周旋咯，會唔會少少咯？呢個係第一個會去，即係俾正方嘅一個嘅，即係考慮。即係既然你喺專線度都 set 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走位嘅事情嘅話，會唔會自己唔做？咁另一方面就會係問喺呢一個嘅公營醫院，如果要去即係冇一定年期，咁個方案係點咧？其實我覺得都有需要去即係講清楚俾我哋聽，其實有啲咩方案去即係做到即係年期上面嗰樣嘢。咁就算對手唔問嘅話，佢都會問就諗削夠會點啊？咁可唔可以賠錢呢段時間？如果諗住削份？因為正方亦都有講咗一樣嘢，就係個 obligation 係來自我政府投入好多錢落嚟嘅，咁然後所以你有責任要還翻嚟。咁調翻轉就係，如果我抌翻錢出嚟，我俾個錢你啊，我走啦咁樣啦。咁呢啲嘢，我覺得係即係正方要諗。咁諗完之後，可能得出嚟結論就係你唔覺佢啲位。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唔覺得。打因為人哋抌咗好多錢嚟協助你，而你最後就因為咁嘅緣故，我要即係拎翻錢出嚟，我唔覺得用一個咁嘅概念對於正方嚟講係一個輸嘅講法。咁到不如我會諗嘅就係咁，亦都即係大家都有睇咗即係嗰個叫做咩特別註冊。埋有限註冊，佢睇咗大家睇過啦。咁亦都會去諗嘅就係點解佢會講得有限註冊？咁佢點解令到有限註冊呢樣講得好聽？表面上有限註冊就係、是、即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啲人就想喺執業幾耐嘅經驗都好啦，翻嚟香港嘅時候，咁佢唔熟香港嘅制度啦，唔熟香港嘅流程啦，唔熟香港嘅職啦，工作病嗰類嘅，所以佢要喺最多證嘅。關於6、15年，然後先可以做其他嘢。咁呢個就係嗰個註冊嗰個概念。咁完全冇講，其實佢最後背後嘅嗰個嘅原因係因為發生咗好唔翻本地嘅嗰啲醫生，我都原諒嘅，就係嗰堆嘅概念。所以如果你去落條，你去落嗰條 line 點樣去講一啲人需要入多年份嘅話，會唔會喺呢啲方向去落？聽起上講好聽啲，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幫助，但係呢個都係對於你嚟講會可以被重振聽多少少嘅個例子，因為你遇咗對手一定係好血庫啊，你抌一錢落嚟，你就要喺度出咁啊，所有男生都要留喺度，即係同香港嗰啲嘢，咁呢個就係即係你睇下會唔會被重振聽，然後即係喺呢方面你啲係點樣去。咁亦都係下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咪因為佢特殊，佢有需要，我哋就要強制啲，即係強制啲人提供嗰個服務？咁其實佢去附嗰個位就係打呢一樣嘢。而其實喺香港嘅嗰個咁樣嘅即係背景嚟講，咁樣落一個旅遊，我會覺得係有啲困難。即係係咪個社會缺乜嘢，我就可以強制啲人去提供嗰一樣？我覺得係有啲困難，到依家香港嚟講都係有啲困難。咁所以會唔會咁樣落條線係即係最常使用嘅方式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有少少可能喺呢個位置上面。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講嗰個嘅即係推進嚟講，或者譬如話美對面壁嘅時候點樣好勁嘅話，醫護其實都已經盡咗好多力去即係處理嗰個。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後話，即係政府係後話。但係我會覺得最關鍵嘅就係其中 set 咗個位，或者即係留俾自己嘅走位可唔可以用得再準啲，或者明知俾人估得好緊要嘅位置，會唔會諗一個方法去即係平衡就輕少少，令到你用好辛苦嘅走方可以即係打到舒暢啲咁多。我覺得係正方嘅要諗嘅。咁至於反方，即係反方，因為睇落去好舒服啦。咁而我會問嘅一樣嘢就係、是，
覺得你 review 翻成層比賽，你覺得你揀最高係揀咩？仲有咧？或者歸納曬你啲居住問題，就係揀啲乜嘢咧？你成效實現，但係你成個站方嚟講，你覺得你最強係？算啦，啱冇錯。尤其是係基本所有嘢都係有選擇權嘅。咁尤其是再問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對於醫護專科嘅畢業生嚟講，我覺得醫護專科先算世界區，醫護專科嘅學生嚟講，我覺得係你去諗呢班人特性係咩？呢班人特性如果喺現時嘅佢基本上嗰個 step 話俾我哋聽，就係呢班人本身都係即係相當中產，咁都係即刻唔會影都真係比較即係大家熟悉到佢。咁而呢班人嘅甚至因為佢哋冇先知嘅緣故，唔單止係香港嘅醫科回收嘅，又甚至其他地方嘅醫科，或者同醫學相關嘅科嘅，會俾獎學金佢哋，成個人負分咁俾佢過。咁喺呢一種咁多 choice 嘅人嚟講，我哋係咪淨係因為佢係個選擇咧喺即係移民啦？是不是做專科啊？是不是做私人？是不是只是這些人？這班人很多啊，甚至他們根本可能從來都不會入去醫科的。所以我會覺得那個的考量就是，都好像剛才你所說，你要想就是，這班人會在哪個位置，即究竟是會流失，還是從來不出現。現在的情況就是流失了，而如果你限制佢嘅自由嘅話，會唔會呢班醫護專科係從來都唔會再出現喺香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你要去問嘅問題。咁下一個問題就係，亦都係關於即係有幾多人手做啊咁樣。其實如果即係踩深少少睇翻啲成嚟講，你問一下喺澳洲、紐西蘭。如果你找到他們醫療系統的 registration 的 step， 你應該會看到在剛剛開了救生艇之後，究竟那個外地的註冊率高了多少，他們在香港的數走了多少人，某程度上你應該知道究竟走了多少。所以現在這個是你們去需要去公之前要做少少功課，亦都要諗清楚，就係點樣供嚟講會比較有效啲，係債問，因為點樣債問係最即係對伴侶講最容易、最唔舒服嘅一樣嘢。咁跟住再下一樣嘢就係，究竟呢班嘅即係醫護專科嘅畢業生嚟講啦，咁喺現下嘅嗰個即係制度上面，佢究竟平均嚟講上緊幾多年？這個對你嚟講都係有需要講清楚嘅，都要大方。但係即係我蘇花話喺有個你都係大方，即係聽到呢類型嘅即係數據，因為你要講俾我聽，真係有個政策需要嘅話，你個政策窗口要出現嘅話，你首先要攞啲人話俾我聽，佢呢個政策嘅起點喺邊度？如果從來醫院嗰個政策係起點嘅話，我冇辦法可以講任何嘢。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大方係需要幫我開翻曬啲即係政策窗口嗰啲咁樣嘅地方。咁仲有嘅就係、是、你哋講緊嘅嗰個公司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分流嗰一樣嘢，有冇啲即係再 aggressive 啲嘅方法去做？咁又或者喺現時即係一路我哋都覺得即係個 perception 起碼個 perception 係唔係特別成功啊？呢一樣嘢上面，你點樣可以喺啲數字上話好多嚟聽你嘅評估啊？即甚至我去翻翻去即係兩邊都翻翻嚟嘅最後嘅成場，會諗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公司型嘅失衡係冇辦法解決，而個理由會唔會係要睇翻就係香港佢其實喺即係成個即係薪酬階級嘅嗰個 step 嚟講，有幾多 percent 人攞緊啲乜嘢薪酬，幾多 percent 人攞緊啲咩薪酬？你大部分就喺 project 上面都係主要 rely on 嘅供應鏈。咁如果你要即係接受呢個現實，就係原來有好多人係話要離開供應鏈嘅話，我哋就可能點樣分呢一樣嘢？呢個係即
政府繼續揀公帑啦，揾其他方式令到舊令到即係本來應該可以 share 多少少 cost 嘅人可以 share 多啲，譬如話即係俾啲人買保險嘅，就可以買多個公營醫療俾呢個嘅，定還是係對於私立嘅醫療嘅機構可能再 charge 啲，定還是對於私立醫院佢哋嘅用地佢哋嘅嗰個嘅即係等等佢哋喺香港營運等等嘅嗰個嘅成本上面，可唔可以政府喺嗰度抽多啲嘅分成，然後將啲錢抌翻落公營醫療制度？有冇其他呢啲我覺得唔可以揀嗰個唔同，我覺得都要試下去諗，唔係淨係單純人啊、資源啊、醫護人員啊嗰個數量嗰個嘅分配嚟揀啦，可能係真係成個社會點樣將呢個即係醫療 cost 點樣去再重新做規劃分配嘅，好啊。Thank you.